者和玉华清北报道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选情冷暖看看板。捷运板桥新浦站出口大楼墙面的看板，原本挂着争取民进党提名的吴秉睿看板，在吴秉睿退选，民进党确定征召苏贞昌参选新北市长后，今天一早吴秉睿的看板已经悄悄卸下，换上铁汉加油站，市政府右转，新庄、五股、泰山、林口。不过广告意向让人疑惑，不清楚要表达什么内容。新北市议员蔡淑君证实，广告由他所设，地点是有人提供使用，该处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既然有人相挺，加上他在初选前就力挺侯友宜，干脆就挂上支持侯友宜的广告。蔡淑君解释说，大家都知道铁汉是指侯友宜，市府就在该看板向右转的方向，但因不是自己的选区，若以他自己与侯友宜合照的照片显得太高调，因此才以林口区大家习惯称他的淑君阿姨低调呈现。蔡淑君说，该处地点曾有多名议员接洽过，向来也都是民进党籍参选人的看板居多，甚至在吴秉睿退选后，苏系人马也有人出面接洽，但他或有人支持抢先一步。